大陆问题药品层出不穷，而随着两岸的观光开放，台湾的药局和药妆店成了他们必逛的景点，不管是吃的还是贴的和擦的，都很受他们的青睐，可见陆客对于台湾品牌情有独钟。陆客一下车全往店里冲，要趁着有限的采购时间把东西全买齐。看你是头壳疼还是巴肚疼，台湾真有用的东西拢在这，你应该在哪看？货架上保健品、药品、美妆品种类齐全，有 Made in 台湾的品质挂保证，自然买得更安心。啊，别过的啊，别吃的拢有啊。啊，想想要来台湾买药啊？哎呦，讲啥好用人，阮遐有听人话，遐福建漳州也听讲遮真好用，台湾走来遮。韩国州君实质啊？为什么这个？有鹿胺药水。蓬蓬香玉露就这些了，他们那边可以收到这几样东西的电视广告。半个小时的船程就能从厦门来到离岛金门，陆客除了向往台湾风情，很多人是冲着台湾的药品及保健品而来，像是这位先生从口袋里拿出小钞，指明要买台湾的樟脑丸。你会念吗？啊，樟脑丸啊，对对，为什么要来台湾买樟脑丸？啊，这他们都说这个好嘛。大陆的话，山寨版的比较多一点点，所以他们比较喜欢来这边的话，就是买一些台湾的东西带回去用。另外，台湾的金饰纯度高又具有设计感，有对岸的新人特地跑来购买。台湾的前哨站金门拥有免税以及地理的优势，满足陆客休闲、观光、购物的各种需求。中天新闻金门综合报道。